今天更新的故事可能会让广大男同胞们大跌眼镜。这是一个22岁女主播变身海王的故事。感叹号。谁认真，谁就输了。认真就认真，谁怕谁啊？气死我了！这都9点了，还没回来。干嘛去了？哟，张作家下班又写上了。什么？哎，听说你这小说这两天可火了，刚刚更新呢，要突破10万点击率呢。哟，那我说张作家，你是不是又在写我们中心这点事儿啊？那我们几个作为人物原型，你是不是给我们点分成啊？没那么火啊，没赚多少钱。扣儿，哎，你新写的给我看看呗，学习学习。哎，那可不行，这属于商业机密。真那么好看吗？小哒哒。呀，手滑了。啊。哟，死机了。嗨，看不了了。那你回头发我个链接吧，链接总没坏吧？也发我一份。有事儿？没有。有事儿？要不？我们一起吃个饭，边吃边说呗。就是，我是在跟你说我那小说的事儿。这小说写的本来是没有原型的，这内容都是虚构的，若有雷同，皆属巧合。哎呀，这我写的时候刚认识你嘛，也对你人为人不太清楚，这认识你之后不就好了吗？对不起，我是来跟你道歉。不是你笑什么呀？你放心，你的小说我没打算看，而且误会我的人多了去了，不差你这一个。
不行，以后我不能让任何人误会你了。